张三先生大家你好吗？我要告诉自己，我叫名是迪迪丽哈，我今年31岁，我的早饭我没小朋友，我来海亚尼应该没有讲话，我读书读过中学毕业，我孙未高，我在中学18分班，我上个月八十三高零内，我不识主语，但系我唔会主语主语，我有工作经验喺台湾一年，照顾哥哥95岁，正房正屋嘅住送到卖住饭，我识少少注意中国书，就安在。建议用买保障，我识照顾弟弟，我识照顾小朋友，我识照顾老人家。我想做嘢喺香港，因为我要揾到资金，俾我自己都买屋企啊。唔该晒，先生，大家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